姚公亮。啊？我的名字。公是哪个公啊？哦，我头脑不好啊，没办法记一辈子。大叔，你的名字呢？哎，我来。每次，哎，你先，这什么场合？哎，不行，我要把你们画下来，不然神水会忘记。排队，没有，慢来，排队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坐前面？未来你可能常常会坐，所以现在很习惯。讲什么不吉利的话？偷东西打人刚刚还行情。我哪有？我是警察，里头可能有些搜查机密。那段墙还随便撕，目击证人就在你这现行犯旁边，还敢否认？他不是开罚单的，什么机密讲那么伟大？画像那头别乱动，艺术天分哦。哎，有没有考虑去摆摊啊？干嘛？我是怕到时候有一堆青龙白虎穿古装的，全部都跑来跟我要名字。我没说话。干嘛？毛骨悚然。我在指认嫌犯。